哦，哎，能帮个忙吗？我不帮忙啊，我不会帮忙啊。哦，老婆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吗？不需要钱吧？借我两块钱有吗？没有。没有啊。阿姨，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吗？老婆，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吗？哦。阿姨，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吗？没啊，我不行的。阿姨，您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吗？啊？借我两块钱有吗？我买两个包子吃。借你两块钱啊？对，谁有手机嘛？我手机没钱了，没有电了，肚子饿了，想吃两个包子。啊，两块钱呢？对对对对。你有啊？啊，那你明天会在这里吗？会。会啊，那我明天过来还给你啊。好，谢谢你啊。啊，好人一生平安。阿姨，你好。还记得我吗？啊，记得我吗？记得。有了吗？有了，不用了。哦，你在这卖这个？这个是你的是不是？哦，这个多少钱一斤？阿姨，啊，这个四块钱。四块钱，我帮你要了它。啊，我要了。四块钱吗？啊，四块钱我要了。来来，拿个袋子装起来，我帮你要了它。啊，阿姨，你怎么？这么好心不认得我也愿意借钱给我。这么可以多也没有啊。少可以。两块钱也要买半斤菜的。哎呀。三十一块呀。三十一是吧？三十一块两毛了，三十一了。三十一块钱。哦，好的。你又来卖呀？不是，我拿回去吃的。你吃的这么多吗？吃得了，我们有十几个人，三十一块钱，哎呀，是不是？是他的，是他的，啊，他老人家不认识秤。哦哦，你给他，你给他看一下秤呢。是啊。哦，怕人家骗你是吧？啊。这样子，不骗的，阿姨。啊。你人很好。哦。我送个红包给你。哦，谢谢啊。开不开心？开心。开心啊。好，再见啊。你说你将往事尘封，红中唯一起泪光闪入冬，忘了这场短暂的相逢，就像记忆里最后的红枫，层层叠叠染红了天空，红尘相素胭脂笑容，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就像秋夜里最后的红枫，你用唇印将往事尘封，红中唯一起泪光闪动，忘了这场短暂的相逢，就像记忆里最后的红枫，层层叠叠染红了天空，红尘香素胭脂笑容，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借我两三块钱有吗？你走开，我要走开。阿姨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吗？你走过去问吗？阿姨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坐公交车吗？帮啊帮啊，我们吃饭不骗了。阿姨您可以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坐公交车吗？我手机没电了，借两块钱坐车有没有啊？少两蚊鸡没有？不是，借我两块，我没有钱给你的。没有啊。阿姨可以帮我一个忙借我两块钱吗？
借我两块钱有吗？我没有卖到菜。没有卖到菜啊。阿叔，你在这卖虾啊，能可以借、啊、能借我两三块钱坐公交车吗？两块，借两块。啊？借两块你？你借给我。哦，谢谢你啊。那这个钱怎么还给你啊？哎呀呀，交了。好好，那我真拿走了。好，再见啊。好。大叔，你看那边真的是朋友在那边把钱还给你了。虾多少钱斤？25。啊，我全部帮你要了。啊，全部不要了。那拿钱来了。真的。那不开玩笑，那赚起来。多少大叔？4斤。100块钱。对。是不是？哎。好、哦。谢谢你啊、哦。那真不真钱真了、哦、啊大叔刚才你不认得我为什么愿意借钱给我啊你看我一路过来没有一个人说借给我哦啊我借给你我借给我今天你算是一个好心人了、啊、大叔哦做了件好事啊今天我不是真的说要缺两块钱我就是看在我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啊来你不要不要拿着了我不要的拿着我不要的拿着收下吧不要的收下那这个榨菜也送你回去吃哦哦哦阿姨阿姨能帮个忙借几块钱给我坐车吗啊阿姨阿姨大叔大叔您可以帮个忙借我几块钱坐车吗大叔我是外地过来的没钱大叔您可以借我两三块钱坐公交车吗我是外地过来的没有买到啊阿婆能帮个忙借我两块钱坐公交车吗我是外地过来的有那一锤啊我说能借我两块钱吗阿婆啊我要去外地搭个公交车哦您借给我啊这个钱怎么还给你啊我那个请您返返本来那碗就到碗就带了哦来 给,、哎、来给多水了差点几车哟，差点几车，差点八车哟，我挪走了，差点八车哟，我挪走了，挪走，好好好，再见。阿婆还在这里啊？好牛马呀，好马呀，哦，好马，我2蚊雞唔要了，啊，我有朋友，唔使了，多谢你啊，啊，呢柴几钱啊？10块。10块，全部要了，拿个袋子装起来。啊，来袋子去。啊。喂，不用了，不用。不用，装起来。啊。70发了，得80岁了。80岁了，身体很好哦。身体又好。哎呀，上年的人啊，都健康长寿。啊。来阿姨称一下10斤是吧10斤多少钱70块也得40块你怎么那么会算阿姨你怎么10块钱一斤厉害哦40来阿姨你数一下对了吗对了可以回去了、哦、啊谢谢你啊今天送个红包给你啊多谢啊
点，好不好？好人一生平安啊啊啊！这个是你姐姐是吧？啊啊，好，那我先走了。大家好，有薪水啊！再见啊！欲望天堂的路是否太拥挤？妈妈累了，你就好好休息。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带上你心爱的油纸伞，妈妈你要照顾自己。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是你让我鼓起了勇气。我们约好了吧，约好了吧，来生在这里团聚。你两蚊鸡啊，打我工钱啊，借我2块钱吗？冇得嘅，冇得嘅。你们借我两块钱吗？借我两块钱有吗？给你两蚊鸡啊，打我工钱啊。阿姨能帮个忙借我2块钱吗？没有啊，没有啊。阿姨能帮个忙借我2块钱吗？坐公交车。没有2块钱啊。1块钱都没有。阿姨能帮个忙吗？没有啊。阿姨能帮我个忙借我2块钱吗？借我，我要搭个公交车去找我老乡。2蚊都没有。2块都没有啊。阿叔您好，能帮个忙借我2块钱吗？我坐个公交车去找我朋友。嗯，借我2块钱有吗？块钱啊。对。我去找一下我朋友，我来是外地来的，湖南过来的。2块钱都不够搭车啊。啊，坐公交车。公交车2块钱。可以吗？帮个忙，好人有好报。那鱼都没有卖。下次过来还给你好不好？那鱼都没有卖呢。没有卖啊。阿姨能帮个忙借我2块钱吗？刚刚来搭的2块钱。啊哎，有卖了。哦，这样子。我这个可能下次我不过来了，下次我不过来可能还不到给你啊，还不还了算了，哎，还不到还算了是吧？那谢谢你了啊，好人一生平安啊，祝您生意兴隆，好，再见啊，阿姨啊，还在这里啊，还没卖完，哎呀，好不好卖？好啊，刚才你借了2块钱给我。对呀，我刚才冲到我老乡。哎呀，完了。要，有借有还嘛，是不是？再借不难。这个菜是你的？也是我的。这个你的？哎呦，我帮你要了它吧。给你2毛钱。刚刚老乡走散了，所以要借几块钱。这个多少钱斤？2块1把。哦，2块1把，我全部要了。啊，这个也是你的，来，拿个袋子装起来，我要了，卖完早点回去吧。对，卖了我总摇，总摇全部要了，全部要啊。对，多少钱一斤？3块是吧？啊，买个袋给你，来，能可以，可以撑得了吗？这个行了啊，总共这里是多少？20斤是不是？5斤，5斤，3×5=15，75块钱，75，加那里，哎，算那个80块钱，那里只有4块钱，好不好？啊，80块钱，50、60、70、80，对不对？阿姨，你人很好，我再送个红包给你。哎呀，今天你借我不要了，哎，好人有好报嘛，是不是？你看你今天也帮了我。不要了，我不想钱了。啊，收着，啊，拿着。拿了。啊。开心吗，阿姨？哎呀，开心。开心啊。开心了。再见啊。长短暂的相逢。就像记忆里最后的红枫，曾
了别人红，红尘香素颜之笑容，我们从此山水不相逢。